中方将继续支持非洲，在国际事务中以一个声音说话，不断提升国际地位。中方将在下个月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积极推动非盟成为20国集团正式成员，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问题上支持。 就优先解决非洲诉求，作出特殊安排，呼吁多边金融机构提高非洲国家发言权。